即将生效，来到了属虎的朋友们，那基本上属虎在2024年甲辰年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运势呢？今天来揭晓。大家好，我是海边赵建老师，本身是马来西亚易经数字老师。所以你的年月的时，你的八字，还有你的这个运程方面、大运方面，如果有属虎的话，那今年你要把握一下呢，就是在于有驿马星哦。驿马星呢，就是很多我们在一般传统上是看到，就是需要去跑外去赚钱、去劳碌、去外面去拼去赚钱的一个星，是很不错的。有些人呢，他的机会呢是可以去跑出外国去赚钱，有些人的机会呢是在他这一个 area 方面去赚钱，就是要跑动的。所以他有驿马星是帮助到你在这一方面，你要去跑动方面去赚钱。而且呢，今年也是有这个天狗星啊，要注意到出门方面呢，就是驾车方面要去小心在这一方面了啊。所以今年呢，也是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捐血啊、布施啊，帮助你去减低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磁场，也可以写开运红包哦。学到了吗？分享关注，下一集再见。